张姐，今天100的工资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。谢谢。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还有脸问？来的客人每一个你都会问有没有见过你儿子，你会不会气？人家来是喝酒吃饭寻开心，你这样搞我还怎么做生意啊？哼。水师，我没事，今天洗碗的工钱我给你转过去了，你在外面要吃好，今年我们肯定能找到天佑的。天佑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真的好想你啊。弟妹，弟妹，哎呦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呀、啊！他大伯，是不是天佑有消息了？天佑，提那倒霉玩意干什么呀、啊？弟妹啊，告诉你啊，你们家那个破房子啊，叶氏集团就要给拆迁了。哎，正好我儿子林俊凯就在叶氏集团工作。专门为你争取了50万块钱的拆迁款呐、啊，这才是天大的好消息呀、啊！拆迁？没错啊！哎呀，你看，老两口都苦了那么多年了，终于要享福了。不拆，我们不拆。没了，天佑哪天要是回来了，就找不着家了，就找不着家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去守着家。董事长，新区的拆迁工作基本上进行的七七八八了，只是还有一户钉子户，无论如何都不肯签合同。您看咱们要不要强拆？我们叶氏从来不做强拆这种事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，带我去现场看。是，董事长请。今天是我们集团新任董事长到州县来指导工作，你带着这些个破烂呢？你想害死我吗？俊凯，是你啊，你帮忙二婶，像你们董事长这样的大人物，他肯定见多识广，说不定见过我的天佑，我就过去问问他，我就问问。够了！张桂花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开口就是天佑，天佑逢人就是天佑，天佑你是个狗吗？天佑就是你自己弄丢的。不是我弄丢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给我滚！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今天是天佑的生日。对，今天我们还是要给天佑过生日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回来。